苗栗市公所就爱投身一代盼苗栗市自由为界，同时推广菜地的美食。市公所今不夜就贴片用西本西草来做主题，盼的传统客家美食的比赛。除了爱传承菜地的客家美食以外，大头名的人就做了投自由为界给你来盼100桌的客家菜。祖上炒姜丝是客家料理西粉西炒当中的其中一片菜，每系东东妈妈知道亲人的料理。此外，火势炸中唔好，祖上就会炒到天软，也系天软，会炒到好食，很喜爱看经验。你要烫一道，看它要熟了，可以了，赶快就下来，不然你太没熟也不行，不熟也不行。有时候又会太硬了，所以你说现在脆脆的感觉。也喺苗栗市公所迎接一年一百日自由的文化快客家美食节，特别办的客家料理比赛，希望大鹏级的专业评审选出前三道的料理团队。第十年代的自由的节发动当中，本乡见识到亲传统的西本西草。当然也体面的，也创伤的，就会得到人家体也拜丰盛节生年二十四号拜五给你阿姆多呀猫里猫公园哈，来到来去看。100桌作为呀，主食的前面，好。三名陈彩春用短短的约2点钟做出好食的西粉西草，色香味都有。前面是贵乡农业社大头名，为第十年入市盼100桌西粉西草面色香甜。我用钱打包面食来体验客人同好食的东西，买好送贴，快装出来经典料理。客家新闻杨云龙为你报道。